煮饭了吗？哦，你做起了。这打死跑的，咋的？风源要占了，给物流员讲，把我的风占了。是个物流员给吃的啥？你认为是一起，二起把我的风占了，明天下午按起呢，我看起呢。那咋够叫我们小的房子几千万？咱们房往哪去讲？咋这钱都挣呢？我给你房多少了哦？哎，多着哩。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。咋咋了的？你还有小条子饭啊？啊，那再有十四个，这十个还没上线。你咋说？总有时候有点儿俺心疼的很，梦就梦伤心。快递来了，先发快递。今天我们的这两天粉条搞了一次活动啊，把粉条全部发完，满满的一大车。清空场地了，等一下。到这吃饭走。到这还没吃饭呢。到这吃走。今天是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吃饭。大葱。